哎，你坐我旁边。叫我看不到你的脸啊，悠悠。好了，我们终于爬到最高最高的山。一起坐。可以，那你坐我旁边来。那你想跟我回家吗？哦，我想跟我回家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，拜托，好啦，不要。好，我刚刚说我爬到最高最高的山，你可以看到星星了。哇，这是我的观景台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因为这个山很高，你看这后面空空的，所以会怎么样？摔下来，哦，会摔下来，你要小心哦。你摔下来会怎么样？会跳一下，这样子会受伤，很痛，会流血。我没有啊，我不要了，我觉得好怕，我怕其他小朋友掉下来。所以你爬到山顶的时候，你要小心。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一个屁股坐着，或是两只脚脚站着，然后帮我看星星在哪里，星星在哪里？你也可以在这里，啊，你也可以在这里脚脚打开屁股，因为我太长了，我好像不够屁。你也可以打开屁腿，啊，你也可以在这山洞里面，你也可以坐在这里看看星星在哪里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们可以坐在这个观景台上看星星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在上山上走路的时候会很大很大的回音，要小小声的，小小声的走路可以吗？好不好？那我要把灯关掉，没看得到星星哦。OK 哈，那我要起来喽。那我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啊。我走吧，起来吧，我去放个音乐。等我一下，马上好哦。我的音乐去哪里？星星在哪？好，好，起来散步。看看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有，我们先散步，先看看哪里的位置比较好，绕着这圈圈走。悠悠起来了，我好希望你在我旁边。那你坐在观景台上吧。
帮我